朋友。你是不是住台北市？对不对？你跑太远了吧？跑来这边。你嘴巴怎样？你现在是不舒服吗？怎么会吐？怎么会口吐白沫？痰哦，等一下救护车来看一下好不好？给你看一下有没有身体，给你看一下啦，怕你哪里受伤，要啦，等一下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